Have a check rundown. 对，他说很简单。很简单是吗？很简单。OK。现在读英语了。对。OK。H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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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刚才听远哥说那个，说到那一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感动的，就是能量场是相同的，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很好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好。我们给他们的感觉很好，他们也会变得很好。对对对对 对, 对，他们给我们很多鼓励。那个在，然后还有一个 into one 的灯牌，我真的不是想的。之前不是主持人问我们成团前后区别这种吗？对，我一个说我就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身上有点责任感，有责任感啊，成团之前。我以为如果我们成团的话，我会很越来越放松。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见面会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他们，然后他们也有我们。大家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所以今天我走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晚安，晚你好。没有吧，这个地方没有，连我找不到一个都找不到。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，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我要开飞机，我要当经理，我要拿高薪，还有冰淇淋。你们的妈妈还是来了。我也曾经跑第一，是因为第一才有血皮。我也思考人生意义，才发现自己真了不起。我好聪明，忍不住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我要开飞机，我要当经理，我要拿高薪，还有冰激凌。我们一起加油吧！我不能吃玩具蛙，对我来说，其他我不是缺点。看到很多人支持我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，所以非常感谢你，我爱你。